参考消息网7月22日报道，英国独立报网站7月16日报道称，今年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具威胁的恐怖组织，主要在索马里活动，但其对邻国肯尼亚的残忍袭击同样广为人知。这个成立于2006年的组织，其阿拉伯语名称可译为青年人或圣战者青年运动，最初是伊斯兰法院联盟 ICU 的武装分支，后者为索马里南部的一个强硬派伊斯兰教法院联盟，其目标是与过渡联邦议会争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报道称，青年党很快就与 ICU 脱离，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推翻西方国家支持的现有机构联邦议会，对非洲之角基督教和苏菲派穆斯林人口中的伊斯兰敌人实施恶毒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和其他暴行。报道称，青年党信奉极端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企图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管理索马里。报道称，青年党最初承诺为这个20年间没有稳定政府的国家带来安全，以此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但好景不长，2011年这片土地遭受干旱和饥荒的袭击，青年党拒绝国际援助，加剧了索马里人民的困境，也使其颜面尽失。同一年，青年党被非洲联盟的军队由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布隆迪士兵组成的军事联盟赶出摩加迪沙。2012年，青年党的又被赶出港口城市基兹马尤。这不是一次重大打击，因为从该港口的木炭贸易中出城一直是青年党的重要收入来源。报道称，青年党自2012年以来一直附属于极地组织。青年党前领袖阿哈迈德·阿卜迪古丹2012年宣誓效忠基地组织头目艾玛扎瓦希里。后来古丹被美军无人机击毙，青年党现在由阿哈迈德·奥莱尔领导。此人又名阿布乌贝德，他麾下有7000至9000名步兵。报道称，这支武装部队被认为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地区的基地组织分支和尼日利亚的博克圣地组织都保持着联系。然而，青年党与伊斯兰国并没有联系，他抵制这一组织。这一决定在青年党队伍内部造成分裂，最终分离出一个小的派系，即东非阵线。这个派系承认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为所有穆斯林的合法哈里发。报道称，青年党过去10年给这一地区带来浩劫，如今被英国、美国、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联酋确定为恐怖组织。青年党早期暴行之一是在2010年7月11日对乌干达坎帕拉的一家酒店发动爆炸袭击。此次行动故意安排在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世界杯决赛当天，行动的目的是对乌干达加入非盟打击青年党的行动进行报复。当晚有74人遇难。报道称，肯尼亚是索马里之外青年党袭击最多的受害国，其中2013年对内罗毕一处高档购物中心的袭击最广为人知，袭击造成62名平民、5名士兵和4名持枪歹徒死亡。有传言称，绰号白寡妇的英国籍恐怖分子萨曼莎·卢斯韦克参与了这次袭击。这些恐怖分子还袭击了度假区姆佩卡托尼、乘坐公共汽车的教师、采石场工人以及加里萨大学学院。2015年对加里萨大学学院的袭击造成148人死亡，其中多数为基督徒学生。当年晚些时候，这个组织伏击了从曼德拉驶向内罗毕的一辆公共汽车，袭击者企图故伎重演，却未能成功，因为这些乘客拒绝服从按基督徒和穆斯林分成两组的命令。这是勇敢的反抗行为，这一事件导致2人死亡。青年党还在2016年1月袭击了索马里的一处肯尼亚军事基地，打死180名士兵。毫无疑问，最严重的袭击是2017年10月14日在摩加迪沙萨法里旅馆外发动的一起汽车炸弹袭击。这是索马里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袭击，它摧毁了附近多个街区，
造成587人死亡，316人受伤。两周后，青年党占据摩加迪沙另一座酒店长达12小时，杀害20多人。他们用汽车炸弹炸开酒店大门，破坏了这栋三层高的建筑，持枪歹徒由此进入大楼。报道称，为了强制推行原教旨主义宗教法，青年党又实行处死所谓的罪人，这一做法已令其声名狼藉。2017年10月，一名八个孩子的母亲因被指控对丈夫不忠而被以这种方式处决。五个月后，另一名30岁的女性在被指控犯有重婚罪后，以相同方式被处死。报道称，为了追求正义，青年党还切下谢贼的手掌并执行斩首。青年党最近的袭击包括今年3月在摩加迪沙议会大楼外引爆汽车炸弹，7月在内政部办公楼外同样引爆了汽车炸弹。在后一起袭击中，一些公务员为了躲避发生在大楼走廊里的枪战而从窗口跳楼，两起事件共造成13人死亡。考虑到索马里经验不足的国内安全部队到2020年就将从 2.1 万名非盟士兵手中接过维和职责。这些袭击让国际社会倍感忧虑，在索马里保留500人驻军的美国尤其对护卫职责即将变更感到焦虑。去年3月，唐纳德特朗普批准了五角大楼一项增加对青年党打击行动的计划。美军去年也适时地在索马里开展了30次空袭，多数为无人机空袭，希望在交接之前进一步削弱这些极端分子。报道称，这个组织的观点中最奇怪之处在于他对环保问题的投入。青年党最近登上新闻头条是因为他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理由是他们对人畜构成威胁。他通过其主要宣传机构安达卢斯电台宣布了这一决定。该电台以索马里语、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和英语对外播发消息。报道称，青年党此前曾明确反对索马里的伐木业、砍伐稀有树种，还谴责贝拉克奥巴马任期内应对气候变化不利，这让青年党被一些黑色幽默讲述者戏称为东非的环保恐怖组织。编译轻松竹，这是7月7日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爆炸袭击现场拍摄的被毁车辆。